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博远，非常感谢各位创始人帮助我来到了第三赛段。这一次的位置真的吓一跳，进入了前十一成团位，非常感谢大家，咱们一起守住它到最后就够了，其他的不奢望了，不多求，守住它到最后就够了。这一次的公演选了一个六首歌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，你们可以期待一下。我经常跳这样的舞，但是在舞台上唱跳没有跳过这样的舞。那话说回来，我们要兑现一下上一次给你们的一个承诺。之前我有说过，我跟赖耀祥学了一个土味情话，是我这二十几年来学过听过最有意思的一个土味情话，然后我现在来跟你们说一下，然后工作人员给我打个配合。小姐不好意思，我有点东西还没有上。请问先生你点的什么呢？我有点喜欢你哦。咦，这是我听到过一个接梗接的最有意思的土味情话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好了，那既然我们来到了第三赛段，之后如果能进入到决赛的话，我就戴那个毛毛姐的假发模仿毛毛姐给你。请多多期待我这次的公演舞台，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学会这首歌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。下次见，拜拜。